这个享受太舒服了吧！按摩技术老手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早上起床，满满的正能量啊！所以我就来到了 VIP Barber Shop 来获取一些正能量。所以今天的题材呢，又是越南辣妹洗头。老板真的是花招百出哎，每次都说有新的小姐姐之外呢，现在又有新的项目要强尼体验。所以呢，他要赶快紧急的 call 我过来。强尼也是刚好住得很近，所以呢，赶快来相挺啦。那我们就进去看看，说到底有什么新的项目要强尼体验哦。Let's go。哎呦，见过啊，是 Ruby 小姐姐，你好你好。那刚刚老板其实有跟我说了，原来今天的是试手啊，天哪，大家真的是拼尽老命哎，真的就是要这样 battle 就对，每个人都有试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试手的话呢，我刚刚有看到它是普通大房是70万，然后呢 VIP 房的话就是90万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挑战试手了 ，VIP 也来了，好 ，Let's go。哇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现在就是两位小姐姐一起来，好刺激哦。我看现在按摩业竞争也很激烈哦。哦，谢谢，这样上去有点害羞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已经开始有感受到不一样了，试手就是他在弄你的脸的时候那个脚，而且他已经开始抹那些有没有保养品了，哇 ，VIP 不太一样哦。这个真的不是只有男生限定，女生也很需要放松。如果你来一次这样的体验，哇，真的你就好好的睡觉享受，我觉得很值得，很舒服。
哇，老板这个安排真的是太舒服了，两个小姐姐都超专业。你好，Della Gara Gara包妞读一 26 I'm alive 包妞啦。海棠，哇，两个月，可是他的技术啊不像两个月，他应该之前有在别的地方也工作很久了，很厉害。这边呢就是已经认识很久的 Ruby 小姐姐，她技术很好哎，真的就是老手了，我不用太多说了，就是遮狗板斋，遮带烧，空瓶，空瓶，嗯。You 啊，这个，busy， 呀、yeah. ，good， 哇，这个享受太舒服了吧，按摩技术老手啊，好舒服啊、哦、老板啊，拜托你多安排这个啊！哇，四手真的是很舒服，你今天叫我来对咯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太舒服了，直接睡啊。那我们来洗头啦，两位小姐姐的洗头。这无时无刻的极致享受，全身上下都很舒服。
吃啊。哇，那这就是今天在 VIP 享受的试手服务第一次，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享受。原本他们个人就已经表现非常好了，这样子你看我整集几乎都在睡觉，太棒了吧！老板干得好哦，早上起床满满的正能量啊！感恩 Ruby， 感恩 Dara， 哇，这懂这懂。所以呢，我一样要感谢一下他们啦，这些 tip。对对，有一起。如果想要体验的话呢，现在这边呢就是也有试手服务啦，大家都可以来 order 看看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大家拜拜。